南话闭门操练，陈七北上升呢？喂，仲记唔记得佢啊？双失前香港足球先生啊！嗱嗱嗱嗱嗱，依个人哋有得捞啦，仲系北上掘金添。我哋收到风话佢今日会开记者会，宣布加盟广东日之泉。哎呀，恨都恨唔到啦！嗱，陈七之所以有呢个机会，要多谢高凡，因为原本日之泉好想签呢个黑人前锋噶，点知就俾河南建业抢咗，咪顺住个势揾陈七咯。希望佢今次真系可以修心养性啦。另外，南华琴日搞咗个闭门操练，不过记者大佬就总有办法嘅。不过去到最后都系俾人赶，唉，唯有去访问一下陈队长啦。之前差不多，實力都冇減，我覺得。咁你冇傷冇病，唔需要換嘅，反而我覺得集中嗰班人踢，可能會更加好默契。哦，咁就真係要開季先知啦。